你在干嘛？找衣服啊，找衣服啊？嗯，找衣服干什么？洗澡啊，洗澡啊？嗯，哦，老板跟你说事儿呗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个什么，这个月零花钱该给了，上个月零花钱还欠一个月呢。我那天怎么说的？你说啥了？半年的零花钱取消，你忘了？谁告诉你的？我告诉你的。你告诉我的。对呀、啊。你说话怎么就好用啊？你没骗我钱我啊？骗你啥钱了？你没买200块钱买个手串，你告诉我2000啊？我还给你零花钱，你咋那么美的呢？你可真是的你！哎呦我去了！你这零花钱的，你咋寻思的呢？洗澡啊，洗澡。好好洗啊，等着，我叫你。嘴硬，一会儿看不是谁休谁。嘿，开始洗了哎。哎呀，你说洗澡啊，突然就没有水了，那都过瘾呢。就这么待着，小样，扣我还半年零花钱，你看看我今天我榨出的一年的零花钱来。洗吧，好好洗啊！Later，哎，干啥呀？怎么停水了呢？停水啦！啊？停水正常啊，那就对了，不停就错了。你看看怎么停水了？不用看。什么不用看？停水了，我洗澡洗半道。那不用看呐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停的，你停的？啊哈，你把水阀关了？你说呢？你关水阀干什么？你闲呐？对，我闲的，你关水阀干什么？我没钱花，我闲的。赶紧给我开！哎呀，你呀，自己出来开吧，我哼，自己出去开，快给我开！俺手疼，快点开！开不了。你赶紧的！哎呀，求人还这态度啊！我自己出去开，起来！哎呀，你连门都进不去，我给门锁上了。啥？哎呀，你当我想不到啊？嘿，小样，我收拾不了你。怎么这样式的？赶紧开开，我冷。你这样子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式的？我的零花钱你都扣啊？还半年不给我零花钱儿？我没钱花呀。给你，你快去拿吧！哎呦我的妈，快给我开开！给我多少？几个月了？给你，上个月没给你，这个月2个月给你，都给你了。哈，少来，先把这一年零花钱先预付给我。一年的，你要不要点脸啊？我不要脸了，你快点的！快啥快？脸都不要了，我快啥呀？要不拿一年零花钱，要不里面待着。好，我给你来，把我电话拿来，来，我转给你也行不行？真的啊？那你先给我开了，我回头嘿还嘿，给你。少来那套啊！水阀一开，你洗完了出来又不认账了。哼，我才没那么傻嘞！吃一堑长一智，吃100个豆还不是豆腥味儿啊？切！嗯，好，我先拿电话啊。Later，哎呀，挺美呀，挺滋润呢。那这是，小脚丫摇的，这歌唱的，一年零花钱拿到手，挺美呗。那是，哎哎呀，你等着，你给我记着，计一年算，零花钱给你了，等着，这等辈子零花钱你就别想要了，你不能停我水吗？我要把你的零花钱停一辈子，看咱俩谁能。没事，我不怕。怎么你不怕？我去找老丈人去。哎，你去找，你现在就去。